国广播公司。FM 96.3，这不少驾驶都相当熟悉的台呼，可能再也听不到了。NCC 投下震撼弹，宣布收回中广音乐网、宝岛网两个频段。会觉得很舍不得？那当然啦，因为你已经习惯，已经生活的一部分了，把它当作早上的起床的闹钟。就是固定，就是因为我固定七点要起床嘛，所以就是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先听他的新闻。消息一出，不少民众震惊。NCC 指出，当初这两个频道都是为了对大陆新站宣传才成立，如今遏制匪波任务结束，决定收回频段，之后将分配给人民台跟客语台。资深 DJ 左光平今年刚好在中广音乐网播第十年，得知消息后在脸书发文说，不知道节目还能存在多久，要开始倒数了吧，而且觉得很遗憾，毕竟同事工作努力又很认真，单纯有一种不知道做错什么却已经失去资格的感觉。这个是很好的广播，为什么会收掉？很瞎，这样扯在一起，我觉得好像把它犯政治化了。 NCC 表示目前还没有确定收播日程，但为数颇多的收听群群众和 DJ 面对新政府的这项宣布，只能表示无奈与不舍。这里因为县林台报道。